Apple， 你将来的这个男朋友的妈妈，你有见过了吗？哦，有啊，有见过，而且还蛮常一起吃饭的。那 你有想过说，如果以后嫁过去是要住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看每一个长辈的感觉跟个性不太一样。那你个人是有想要住在一起的吗？我是住一起。有旁边有人在摇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贝隆隆，因为就是这样子，就还没结婚之前，他就会讲出一些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你看对面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看这个嚣张，我说出什么话了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要看每一个，因为像我之前也有交往过的男朋友的妈妈，也会让我觉得是怕怕的那种，我就会觉得说，这种以后希望就是不要住在一起。但所以对于现阶段，就是这个未来的婆婆，这个我觉得可以耶，把它录下来，录下来，真的，因为这个我觉得个性很好，而且也是很年轻人的。几年之后，十年之后我们翻出来看。然后再邀请 Apple 就骂 Apple， 你那时候在干什么？怎么会说出这种事？是发疯了吗？怎么这样？笑死！所以我现在就在说出你们觉得可怕的话，没事没事的，对你开心就好。对啊，我现在觉得很行啊。好啊，你觉得行就好，你觉得行就好。他也是跟他男朋友去打篮球，他也是这样跟在旁边，一直录，从头到尾录。哎，谁刚开始不是这样？对，十年后你看看。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还要去打球，快去快去快去！